你有专用车道啊，你若今要起来，你个啊，你这条嘛无法度去用什么道路啊，对不？这条无法度，嘿，今仔后你车站嘛无在条东西啊，一定无法度。你要跟我驾车无？我来赛后你看袂无？议员无遐济司机，功夫上你才好啦。无啦，你吼，你之前发布你嘛甲我讲，迄无法度在说啦。所以这条一定要做啦，你这条无做，后边你发布是变哪样啊？所以你这条要紧赶紧来做，对不？啊，无你后边发布你变哪样啊？无啊，阮这公车嘛无问题，爱用迄双闸的爱考虑啦。我即卖唔是甲你要求双闸啦，你即卖你拄啊，你是甲公车袂走的啦，对不？我拖车四十尺，佮挂车头，我都会使挂石头，是安怎样袂走？对不？好，你请坐啦吼。哦，当然一款路况一款车，这我是同感啦。哦，这是迄种的啦。哦，啊，所以啊，这条黄线我是给你建议，一定要赶紧来规划，赶紧来做啦。你后期发布剩偌久？剩三年外啦，你啊啦吼。所以你这条要紧来规划。过来蓝线的，蓝线你即马做到底，对啊？因你有五门轨。蓝线就是即马到静宜大学。我知呀啦，你咧静宜大水，我都算唔知影，到台中站个到静宜，对无？啊，后边我即咪问你后边要做？后边无要做啊？啊，诶，无要做啊？后边无要做啊？诶，是安怎无要做？公车系统要继续。伊即摆后边遐迄个遐个路线，因为遐个起车站吼，我即摆用其他的公车路线来代替啊。啊，加奇怪啊！你即摆你静宜遐车买，你到底要创啊？啊！你拄啊，你个个甲你问问，个讲车胎吧，是安怎样？新车就胎吧？唔是啦，台中火车站到静宜，这两站会继续走啊。啊，走到台架就难袂使。迄双站的无材料开到台架，又是哪？大奇怪啊！都拄拄啊，都之前都有开过啊，试营运都有开过，安怎样？你唔知？爱无人坐啊？啊！你都无定时班，都创迄个凶诶。四点外，五点、四点、三四点的，两点外，要哪有人坐？你该创八点的，看有人坐无？所以我在这要给你要求做个对啊，不是做个代价啦。我拄仔来讲做个边疆啦，越南嘛，越南地区啦，通安处啦，对不？你爱甲规划甲通安处啦，啊，一定我都好协调啦，对不？啊！罗南嘞，到对。罗南，罗东啦。啊，你讲东平。罗南啦，罗南就到高铁啦。东平，南线都没有规划到东边啊。罗南到高铁，这较早无这个路线过啊。那也无路线，南线到高铁啊，那因为。